各位乡亲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。小弟今日要甲恁介绍的，就是捕草机啊，吼。捕草机，即马我咧介绍这种，吼，这毋是手把的啦，吼，这是单手把的，毋是迄种的双手把的啦。单手把方便，就是讲吼，这个物件较方便的，你。吼、哦，要伸去所在的时阵较好伸呢。问题是你用久吼，手会酸呢。手会酸，因为你这個姿势就无好嘛。你安尼凹弯的时阵，还佫震动。伫网络是咧流传讲有一款的疾病吼、哦，就是讲，你手会麻，吼、哦，爱会麻会准。因为这种的单手把用久吼、哦，你姿势唔对的时阵，所以你对你的筋吼。哦受长期的受伤害，咱今仔甲你介绍就是吼，咱免来甲你装这啊做，吼叫做肩带啦，吼你下咧肩胛头的会打，啊这上重要就是你这重心要搞准，有一款真简单的方法就是，你这个物件甲放到，这个我来找一个，就是这个平衡点，吼。好啦，那轻扭动安尼同款啦，吼，轻扭动的时阵，你就，因为伊这个物件是后壁较重，头前较轻嘛，所以伊的中心重点一定伫个我伫靠后壁，啊，即马就是看伫搭，一般拢是伫遮啦，吼，我这摆姿势这个较好的，所以伊这平衡点抓了真准啦，吼，你看，其实会使搁较头前一撮啦，啊。安尼了解讲一定伫遮啦，啊，会使较后壁做啊，讲唔对，啊，安尼就了解讲这重心伫遮，啊，伫遮真方便，因为你遮个，你啊，这肩带高的时阵，啊，你就免去用力，后手这个根本就免什么出力啦，啊，你干那举这个开关就好啊，啊，头前你就使锁啦，啊，锁这个重心伫遮，然后有真侪人，只要直接安尼用，啊，这台机器呢是。13磅啦，嘛无偌轻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一定要用这个物件。那肩带呢，有两种啊，这种就俗啊，吼、哦，你这个搞咧食就好啊。啊，这有用嘛是有差啦，是讲吼、哦，用久的吼、哦，肩胛也会酸啦，吼、哦，腰会痛啦，啊，脚会小可呢无顺啦，啊，手会麻啦。所以咱上好也是来用这种的。这种双肩带啦，吼，啊，后壁这个有在警告讲吼，15米以内啊，你莫想我，我用这用真久啊，这个带真好用，啊，再个软啊，虽然是鸟鼠啊咬住啊，这是无要紧哈。啊，伊这肩带有这个临时的，这叫做，伫外国叫做 quick release， 咱台湾叫做，吼、哦，脱头把啦，你会使，吼、哦，这开开就跳开啊，咱这个搞嘞。搞咧食，吼、哦，这真重要。啊，咱今日咧是小可大概甲咱介绍讲，这个要安装，因为这台要拄买吧。啊、哦，这台这是新进的，2017年的机械啦，吼、哦。这台旧的，这旧的啊，做 SRM 225 Echo 的 ，Echo 这是日本牌子啦，伫美国做 Echo， 啊，伫日本做公立的。啊、哦，这个牌子是。真好个牌子，是讲伊个马达个动力吼、哦，较输德国个。德国个一个牌子做，这世界上都两间公司咧做嘛，这两个咧拼嘛，日本甲德国嘛。啊，这一个牌子就是动力，啊，伊做个伊这个好就是讲伊个材料啊，甲启动较好。问题是伊个马达力较弱，哦，这225个这台是。差不多7-8年，226这新出来，这台计小计真贵，是讲伊讲伊个马达力阁加40%，咱今日咱来试看卖吼，看卖到底是敢有真正差济？啊，我现在阁买这台，因为这台嘛无问题啦，啊，我都吼、哦、对这机械只有热衷嘛，所以我阁买这台。啊，伊今年嘛，阁当时嘛，阁出一款新的
新款的东西，就是这个线，这个线哈，0.095的，就是原厂的 size 的，啊，一件就是新的，这真嫩。啊，观众朋友有诶想讲吼，啥嫩的是啥物好处呢？这旧诶嘛，吼、哦，这旧诶其实嘛真好，伊即个做，伊即个做 crossfire 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，会缩安尼啦吼，啊，这角吼、哦、来，啊，这较定心，即摆伊这新出诶，价钱加贵差不多40%啦，啊，这是俗俗俩，因为伊这一捆吼、哦，啊，台票500-600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唔是阿侪钱，所以观众朋友若有兴趣，是爱去进去换新的。我这较早旧的伫内底，我都换掉换新的。伊这个真嫩，啊伊这吼、哦、旋转型的，啊旋转型的吼、哦，这角吼、哦、真来。啊其实是讲实在，嫩吼、哦、电都冻较久，啊电吼、哦、你若摔到石头，还是摔到砖啊时阵吼，冻无久伊就磨掉去嘛，切磨掉。尤其若气候较较冷的时阵吼，这断足紧的；啊，较烧的时阵吼，磨了就微足紧的。因为你看我这角的这边这已经圆圆啊嘛，啊，这中心才无磨掉，现在来。啊，这种的好处就是伊贵的拢是，吼、哦，你甲磨掉是伊旋转螺丝样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今日来介绍就是讲这边啊窗啊，吼、哦，伊这有两空，吼、哦，两个隔间。这粒头，家己本身就代表它1,000啦，哦，啊，有的是，搁第二市场搁做的吼，俗啊的是啥俗啊，对吧？就几百块尔，是讲无好用嘛。啊，我这台用车，这粒头用差不多7-8年，拢无啥物问题。伊只吼，有一个箭头，啊箭头吼，伫只，你无较危险，咱看了无啥清楚。这箭头伫遮吼，你甲这空对齐了，伊两边就相通啊嘛。啊，啊你啊你甲这线穿入去，这边无通，咱穿这边哈。啊，通入了后呢，这正偌长？2米啦，啊其实3米也无问题，像一般无想要装伤百。就我这条线才2米长，啊，那个对流心，对流安尼整齐安尼，啊，对流整齐了好，你就使个准，你头抓咧，上面正这个头有箭头咧头抓，伊甲你个断，吼，啊，你线收入去，伊这种啊做自动 RO 费啦，家己个食个啦，吼，用起就 RO 费，吼，咱。中文就是家己的吃，吼，啊，创个差不多安尼，拄好安尼就使个，吼，啊，伊这会家己穿，你若弄个涂骹的时阵，吼，这弹性的，伊就家己佫穿出来，吼，我来示范互你看，你看，你个移落就出来啊，啊，所以咱今日要甲两台拢甲创了了，要个试看卖，这较短一撮啊，无要紧，这旧的线，吼，咱就佮收起来，咱无要用，啊，即摆我来发动这台新的，这台新呢？加40%的马力，哦、我还没真正试用呢。啊，大概看起来是拢完全同款的，伊只个哦，像只个零件，哦，只个头，这棍啊，这不锈钢这拢同款的。啊，价钱差偌济？这款呢？甲这款呢？差100块，啊、哦，美金呢？啊，代表了3,000+块，所以差袂少钱呢。这旧的这手把。较早是这啊做海绵的，啊新的是塑胶的，哦橡皮塑胶，这加正用。好，咱今要开始个发动，同款啊，用个这气阀个关起来，开关开开，啊、哦。
拜拜。我要看这台，内容的时阵吼要注意吼，气阀要转开，哦，气阀转开，咱吹着才有力。因为这气阀你无转开时阵，空气无入去嘛，啊，空气无入去时阵，你氧气没办法燃，不足够，没办法完全燃烧的汽油。但总结论是，我感觉现在小试一下吼，牛刀小试之后，深刻了解了。这台吼，咱若吹落时阵吼，你会感觉会出来啊，伊的力其实是差不多这个油门的30%。啊，后三十先吹落吼，声大声，但是吼，这个挂草扑草的力，吼，其实是没有增加很多了。啊，这台可能是因为伊是新的嘛，伊内底有这个传动力较强，吼、哦，也这个讲叫做40%较强的马力加 torque 啊、哦、，T R，T O R Q U E 的啊、哦，叫做